啊，包括起伏啊、出去啊、凹凸的关系啊，在这里其实都很明显。你看，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出去进来，它是一组一组、一团一团的。那这个呢，是相对比较散啊，在这个散的环境里面，把它建立出一个整体，对吧？你看刚才它就是从这种散状啊、线条状，然后变成了现在一组一组的这种组合状。那这个组合状呢，就是现在我们要往里面去把露白的部分适当的添上一定的底色，哎，比如说这边底色的部分是需要适当的去加深，哎，适当的加重的，哎，颜色适当的加深。啊，包括呢毛笔里面呢还是有一点点飞白，哎，带一点点飞白，比如说远处这边带一些远景的皴擦。哎，带一些远景的这个皴擦的关系。哎，所以你看通过这个淡墨的颜色一上啊，它就从一个一簇一簇的枝干啊，一根一根的枝干，现在变成一个相对比较整体的一团植被。巴须啊，巴须指的是这个腋窝啊，这个胳膊肘里侧，然后你的这个腋窝，包括你的这个肚脐下方，就是大腿根儿两侧，还有你的这个膝盖后面两侧，这个是巴须。因为这个巴须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你这个行动的时候，它是经常是属于在内侧，容易出汗，容易堆积这个汗液啊，堆积汗液一久时间你不擦，它就容易把这个湿气进到身体里面去，所以拍巴须呢，就是让你这里面更加的这个通透，然后里面的这个经络不堵。同时我们泡完脚之后把这个巴须擦干，防止这个汗液这个湿气进到身体里面。所以巴须呢，像早晨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拍一拍，比如说拍个这个7749下呀、36下，每一个部位啊都拍，这个用手拍合掌去拍啊，然后泡完脚之后呢还是要擦干。这些小习惯呢，其实每次大家习惯养下来，可能你刚开始养的时候会需要花个半个小时，但是你习惯养成了之后，你每天可能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习惯完成了。这也是我这两个月养生以来一个小经验吧，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所以你看像一些名人名家啊，包括一些伟人，你看像毛泽，你看像这个咱们所说到的一些你看我们所说到的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人啊，他们的习惯都很牛，要么有的是早起的啊，要的有的是这个比如说读书，或者说每周会看一本书，每周看一本书，或者说多长时间看一本书啊，然后多长时间学完一副内容，多久学完一套课的，这些都是他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刚开始可能会相对痛苦，但是这个痛苦的时间大概也就只有一次两次。当我们把这个养成习惯之后，你把学习画画养成习惯之后，到后面循序渐进，它成了一个自然而然，就像我们呼吸吃饭一样，到时间点就会去顺势去做的事情啊。好嘞，来这一块点击好啊，手机横屏的话去咨询一下咱们的班主任啊。没有没有，老了。这个是不是小米的啊？它是大牌子，它是这个康佳的啊，是康佳的大品牌。来，这个是中间靠右一点点，哎，这块小的区域，国画其实画画它本来其实就是属于一种养生的方式，
所以画画是养生，但是不排除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再去聊有关于让自己生活身体更好的这种养生，是吧？它是相通的。哎，心情好了，身体好了，哪哪都好了，生活就开心了，气色也会更好。气色很重要啊，同学们，气色很重要。来，这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颈啊，包括如果有一些女性同学啊，可能说有的时候会虚啊，气血虚，哎，蹲下站起来然后头容易晕的，去喝那个五红汤。我最近坚持在喝，然后最近发现这个真的气血确实会变好，而且头不容易蹲下起来的时候不容易晕，这个真的很神奇。中国传统的这些养生的知识真的太神奇了。这个就凭最近开始养的，所以为什么给大家去提倡说泡脚呢？因为我真的是自己切身啊，两个月的时间脸上痘全没了。当然也不排除说是别的运动啊锻炼起到的综合的作用，但是确实是能够让我们身心更健康。就画画本身是让我们身心，画画是让我们心态更好，但是身体怎么更好呢？通过养生，对吧？通过这个泡脚，通过偶尔的锻炼。好嘞，来，中间这个颈画好的啊，可以在聊天区打上一个六啊，打上一个六。对的对的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泡完脚之后脚底的这个涌泉穴呢，还是要去按一下，然后再梳个头，用那个木梳子梳个头，头发呢会更坚韧。说的是五红汤，但是我喝的是四红汤，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枸杞呀、啊，还有这个红花生，一定是红皮花生这四红，然后再稍加一个这个红糖，但是我一般不加红糖，因为它这个糖分太高了。好，来，中间这个部分画好的，咱们聊天区打上一个六。真的，我希望见证大家每天泡脚，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的皮肤真的会变好。咱们同学可以养生养起来。对，四红补气血，五红也行。啊，如果大家想加糖的话，可以加红糖；不想加的话，也可以不加。我觉得四红就刚刚好，啊，一个红枣就刚好了。好嘞，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水墨的山水，但是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远处的景它其实也带入了一点点的这种淡墨啊，所以我们还是去加入一点点的这个墨色。然后呢，我还是用这个小号的啊。好的，来，待会儿我们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课程内容。好嘞。这个是一个干净的小盆子，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我让大家看到它的墨色到底有多深多浅啊。就可能确实因为我之前状态特别不好吧，啊，之前太疲惫了，身体各方面真的太堵了，之前的经络太堵了，啊，自从开始接触养生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就身体顺畅了，然后经络疏通了之后，大家就是当你经络疏通之后，你自己会发现不一样。这个不是说说出来的，但是大家可能也能会感受到啊，包括之前有的时候上课也会感受到，是吧？来，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颜色，它不是很深，不是很重。哎，我现在也会喝山楂泡这个水喝。来，这个颜色不是很重啊，就千万不要太深。就比如说像远处的这个山水，它的颜色如果统一的一个颜色它都很浅的话呢，大家可以先去把这种相对比较浅的颜色画出来。因为我们说这个绘画当中啊，它是做加法的，国画它是做加法的，它不能做减法，对吧？所以你说我这个颜色画浅了，它是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先通过从浅色到这个重色慢慢的去做一个添加。哎，从浅到重慢慢的做添加。所以你看我现在加的这个颜色它相对比较浅比较淡，比实际我们所看到的颜色是要去淡一点的。
这个是没关系的啊。画画本来就是一个轻松尝试的这个过程，对吧？所以你看这个颜色线条浅，我们待会儿再给你慢慢的加深，哎，慢慢的加重，让你看一下这个颜色的一个变化。大家这个笔有点太小了，换一个大号的。这个不要一直喝或者说一直泡，就偶尔换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个刚刚我们强调补气血的四红汤，然后大家如果头发这个容易掉头发呀，或者说头发这个容易发白啊，也可以喝一些这个五黑汤啊，五黑羹或者说三黑羹，黑豆黑米黑芝麻这三个一起煮啊，或者说做豆浆，对头发也会特别好。头发好了，其实你整个的这个它也是补脑的嘛，脑子好了，活动了，灵活了，就是思考的这个更好了，我们整个的身心也会更健康。来，下方这一块的颜色顺下来，哎，整个的颜色大家看到现在是一个平面，就这几座山它的颜色不分前后关系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对吧？它是一个平面的关系，我们要把这个平面的关系给它破掉，破局。哎，颜色往下顺啊，你看都是很浅很淡的这个颜色啊。对，这就是淡墨，这就是最浅最淡的墨色。大家其实你现在看这个颜色，它几座山我们现在上到的颜色它都是一样的，没啥变化，但是你不能让它一样，你得去区分它的墨色浓淡。所以像前方这三座山它相对颜色是偏重的，对吧？所以你看我在刚刚的这个调色盘当中，哎，我稍加点水，我稍加点淡墨，那我现在只要用这个淡墨的颜色，我上两层颜色，它的这个层次就有了一层的变化，是不是啊？就有了一层变化。你看我在这儿，哎，浅浅的上一层颜色，那比后山比左山它其实都相对比较深比较重，是不是啊？哎，相对比较深比较重，这是靠前方的，我就是还是用的淡墨。大家看这个盘子就是特意给大家看的，就是很浅很淡，哎，包括右侧，哎，你看加了一层颜色之后开始变深了。所以说呢，我们说国画是一个加法，当你理解了它的层次变化之后，其实你画起来，哎，是你去就是不是画画啊，就不是说我去研究它我去怎么样，而是一个玩的心态。本身大家可能现在学画画就是想我要去养生，哎，我去这个让自己心态身心更好，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是画到这样的作品之后，哎，我怎么玩更好玩，哎，我怎么画出来更轻松，哎，画出来的作品更有意思，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底色先去压上去，不需要皴啊，不需要皴。好，这个颜色先给大家看一下，三座山颜色相对偏重啊，包括这边也是上方的颜色相对重一点点，但是下方的颜色呢慢慢的变浅，哎，慢慢的变浅，对吧？你看只有上面的颜色重一点点，哎，上方的颜色重一点点，哎，这边呢稍微重一些，不是很厉害，不是很多，我就稍微的带一下，哎，所以大家现在能够感受到几座山体它的一个前中后了吗？对吧？这个山我们也是分前中后的，对吧？这个是前，哎，这两座中，这个是后，啊，几个山体的前中后的关系。来，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整个山体的，叫做底稿的部分就算完成了。当然，下方还有这个船只啊。对，一通百通啊，画画养生，身体养生，身心身和心咱们都要去养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你的这个付出终会还是通过某些元素给它回报的。来，这块
哎，稍微勾个小草帽，哎，勾个小草帽，画大一些。我希望咱们每一位同学，希望每一位同学长命百岁，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呢，就是在养生的同学呢，就是继续养。没有开始接触的同学呢，可以慢慢的去了解，啊，不急于说立刻马上，就还是先去了解，了解之后，对于养生这个事情了解之后，我们身体也会慢慢的，哎，思想上也会慢慢的跟进。好，来，头、身、腿，哎，包括带个小的，哎，枝干。下方，哎，这个人和船只呢，它其实都是一个点景。点景当中，我们不需要去花费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刻画啊，就是点缀即可啊，点缀即可。包括下方的这个船侧面，哎，画上两条线，一条呢代表的是近处，哎，一条呢代表的是远处船的边儿，哎，把船边儿分开。包括船底的这个厚度，来乌篷船，来小船的这个形儿，咱们就浅浅的给它建立起来。啊，勾几条线，点缀一下即可，不需要做一个深入的刻画。好，那到目前为止呢，咱们整个画面当中，我们所说到的水墨的关系，到这儿就表现出来了。来，给大家留出一分钟的时间，把这个部分能画好。来，画好的同学可以在聊天区打上一个九字。特别美的一个江南烟雨的景象啊。好嘞，画好了是吧？好了，那我们这个回到刚刚有同学提到说这个课程到底有哪些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首先呢，像这个穿越千年的山水本身这套课程呢，官网价是1980多块钱啊。刚才一直有同学说这个600多块钱到底是哪来的，那这个600多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学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文化的活动课啊，文化活动文化节的活动价啊，优惠到的618块钱。所以呢，像之前大家抢到这个优惠的名额之后呢，是能够以优惠价去学习这一套穿越千年的山水的。那么这个山水课程当中咱们都学什么啊？首先大家看到今天我们课上表现的是江南烟雨的这种景，但是这个烟雨的景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环境，包括说特定的场景。那么像这一套穿越千年的山水，它同样也是啊，我们借助的是千年的古诗。那古诗当中我们学什么呢？学习其中，比如说给大家看到的，像第一节课我们通过学习三节课的课程内容去完成一幅特别大的作品，学习谁的？诗神苏轼的题西林壁啊。包括你看像课程当中还会去学到像杜甫的望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包括滕王阁序，秋霞与落雾，这个秋落霞与孤鹜齐飞啊，秋水共天长一色。像这些呢，同样也是通过我们去了解古诗的内容，去感受到千年之前名家名人诗人他们所看到的景，然后把这些景色通过国画的方式呢去给它表现出来的啊，去给它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穿越千年山水课程当中的内容，包括像学习诗节王勃的《滕王阁序》，学习王维的啊《钱塘湖春行》，学习王维的《忆江南》，他的《大林寺桃花》，学习白居易的《竹里馆》，学习白居易的《山中》，包括《山居秋暝》，包括学习李白的《行路难》，杜甫的《登高》。这些课程一共加起来呢是18节课
18节课，18节课程当中呢，有的是3节课完成一幅作品，有的是1节课完成一幅作品。那同样这个课程内容呢，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学习进度啊，我们同样是从零基础开始去学习，好吧，同样是从零基础开始去学习的，然后去借助名师，借助诗人啊，借助我们所看到的诗中描述的景象去表现出的山水作品。来，这个课程内容大家听懂了吗？听懂的同学啊，可以在聊天区打上一个一字。来，听懂的同学，咱们聊天区打上一个一字。那这个课程内容呢，我们强调了，就是在前期的1980元的基础之上呢，给大家优惠到618元啊，优惠到618元。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课上青萌老师呢，再给大家送上了一个实物的福利啊，包括其实刚才有同学刚来不知道的，那这个福利呢，就是给大家送到的一个实物的。官网京东售价599元的养生桶啊，这个养生桶，那我自己说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像青萌老师呢，一般很少给大家送福利，但是要送的我就送好了，要送的就是切实的、真真实实的，咱不说虚的啊，不说这些其他的，咱们就送这个没有套路、简单直接。就是回馈给咱们所有老学员的一个实物的福利。那么这个养生桶呢，我们确实也是给大家找了很多，因为刚开始我自己接触泡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希望咱们每一位同学呢也能够让身体更好，能够养生养起来。所以我之前用过各种各样的泡脚桶，但是大家知道啊，这个太麻烦了，而且呢需要每次蓄水，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就是泡脚桶，200多的也有，300多的也有。但是呢，其实是这么多下来，我发现就是像这一类的折叠性的泡脚桶，它是可折叠的，就是我们家里面东西本来就很多了，但是折叠之后其实收纳会特别方便，同时它是恒温的，就不需要你再次的去加水啊，或者说没有地方放了等等各方面的原因，都给大家提前想好了啊，都给大家提前想好了。所以呢，今天课上呢，青萌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1000个养生桶呢，我看一下，现在只剩下67个了啊，现在只剩下67个了，900多个养生桶已经全部被抢完了，现在课上只剩下67个了。然后还没有抢到的同学呢，现在赶紧的去报一下名，就相当于什么呢？大家通过报名618元，学习跨越千年的山水，学习18节咱们的山水的穿越的课程之外，另外还能够去免费获得一项599元的养生桶。所以其实就相当于说，我就花了19块钱，我就获得了一整套课程，花了19块钱学了18节课。那这18节课程呢，将会由3位院长带着大家学习，其中包含寒山院长啊，包括我们的若明院长，包括清末院长，一共是3位院长给大家带着同学们去学习，好不好？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项福利，听懂的同学咱们在聊天区打上一个一，好吧，听懂的打上一个一，包括咱们之前所有报上名额的同学呢，也在聊天区打上已报名。咱们这一千个泡脚桶呢，是助教老师要登记的啊，是要登记的，是可以长期回看的，课程是能够长期回看的，咱们同学不用担心，课程是可以长期回看的。然后报名重复的同学呢，找一下班主任老师啊，报名报重了的，报了2次的，赶紧去退一下，咱们赶紧把这个名额让出来，好吧？刚才看到有同学报名报重了，赶紧把这个名额让出来，让出来，让其他同学报一下啊，不然这个泡脚桶抢了之后呢，咱们就少了一个名额了。好，来，这是第一项福利，然后我们再讲一讲今天的第二项福利啊。之前我们同学提到了说618元的这个优惠券，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赠送的618元的商品的代金券。有同学呢，可能之前报名的时候呢，有送这个代金券的。那这个代金券呢，我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618块钱，它是一个券，不是说你用这个券能够去替换什么，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实打实的钱，是可以去换的。可以换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拿上这个券之后，大家想要去买一些商品，比如说我想去买这个毛笔，我想去买这个纸张，我想去买颜料，
我想去买墨汁，去哪儿买呢？一般大家可能去到各个商城、各个网站去买，但是这个券怎么去用呢？海外同学想去购买是吧？海外同学联系一下咱们的班主任啊。海外同学想去报名的话呢，这个泡脚桶看怎么能够把你邮寄过去，怎么把这个泡脚桶给你邮寄过去，这个我不确定能不能给你邮到海外去，你要单独的问一下，通知你上课的班主任，好不好？联系一下，通知你上课的班主任。来，我们回到这个618块钱的优惠券当中啊，之前大家报名呢，给大家送了618块钱的优惠券，同样今天依然继续的给大家送上618块钱的优惠券。来，这个618请大家先在聊天区打出来。但是这个618呢，不是说直接一起用啊，它得这个分开来用啊，它得分开来用，就是正常情况下其实大家也能够去理解，你不能说我拿了618的券，我直接拿618去买个东西，这一般确实也不太可能啊。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商城真的就要关闭了，它就没有办法运营下去了。所以这个618怎么用呢？我在这儿呢花上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强调一下。现在不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某些商城它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满300减50满这个200比如说减多少吗？这个券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啊，这个优惠券也是这样的一个用法。它怎么去用呢？比如说你到商城里面花49块钱买了几支毛笔啊，买了一包纸，或者说买了一些颜料，那么这个券当中它就有一个5块钱的优惠券，就可以通过49减去5块钱，大家只要花44块钱就能够去买到。所以同样里面呢是包含了10块钱、25、40、55，包括100多、145各个不同金额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这些优惠券呢，就是大家需要去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买的这个金额到了399，然后直接这个金额减掉你这个优惠券当中的55块钱，对吧？然后就能够以这个344块钱去享受到这个优惠价啊。当然这个券呢是不能叠加使用的，就是比如说它还会有自己的一些折扣，这个就确实没有办法跟它一起用了啊。它是在这个原先的价格基础之上呢去打的一个优惠啊，优惠价。然后这个优惠券的时效呢，就是到账之后3个月的时间啊，3个月内大家使用呢都是有期效的，但是3个月之后呢，这个优惠券它的时效就要过期了，对吧？咱们现在都知道优惠券好像都会有一些时效，所以呢这个618块钱呢同样也是包含在咱们今天的福利当中的。所以呢像这个超级福利呢，就是大家花了618块钱去买到了、学习到了这个穿越千年的山水之后，能够获得两项福利，其中第一项就是599的今天给大家申请到的1000个养生桶啊，1000个养生桶。然后呢这个是599，这个是实打实的一个福利啊，实打实的一个福利。然后第二个福利呢就是618块钱的优惠券。优惠券呢大家可以到商城自行的去选择工具，需要的话呢大家去使用，不需要的话呢也可以不用啊，都没关系。但是课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啊，今天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福利真的是超值，真的是超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包括咱们同学觉得特别值的话呢，也可以在聊天区打出来"超值"两个字，好不好？打出"超值"两个字。然后包括像有关于这个优惠券当中个性化的问题呢，大家就可以去联系一下咱们的班主任了。比如说没有去登录过这个商城的同学呢，是需要单独的去登录的，然后呢登录之后呢去领取这个优惠券。不会领取的同学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领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登录上之后，哎，点击通过自己的报名的手机号，然后呢在商城里面它下方呢是有一个优惠券，在这里面能够看到了。对的啊，对的，你肯定得花钱去买，然后去扣掉其中的一部分啊，扣掉一部分。但是啊大家记住了，这个整个的课程福利呢是两个，这618块钱呢是其中的一个啊，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个599的养生桶，这个是实打实的啊，实打实的。好嘞，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到的两项福利啊，送到的两项福利。所以这两项福利呢，是需要咱们所有报上名额的同学啊，在聊天区打上已报名啊，然后呢都能够去享受到，好不好？都能够去享受到了。好嘞，来，觉得超值的同学可以在聊天区打出超值两个字，来，同学们请在聊天区打出超值。所以大家其实之前一般像我们去送福利呢，很少会送价值这么高的这么贵的东西。那当然了，也确实是因为这个最近养生有所收获，所以呢想跟咱们所有的同学们去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养生养成一个习惯，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好吧。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么大量这么大量也是从他们那儿拿的啊，这个也是给大家申请到的，不管他说这个整体是多少，但是呢确实啊，确实给大家申请到这个福利呢是很超值的，好吧。好嘞，那就话不多说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画面当中。要养生桶可以吗？可以的，这个养生桶和这个优惠券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来，都是包含在里面的。现在这个养生桶还有57个名额啊，养生桶还有57个名额啊，然后没有抢到的同学呢现在可以赶紧去抢了，还有57个，现在报名的话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这个船大家不会画是吧，船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里是属于点景，不需要特别精致的去表现啊，不需要特别精致的表现，就大概是以一个写意的方式简单的勾勒出来就可以了。哎，比如说它是一个纵向的啊，哎，船底，哎，然后船的这个厚度，然后船的另一边，哎，船的另一边，包括这边呢站个人，哎，戴着这个草帽，哎，然后手拿这个杆啊，上半身，哎，包括这个穿的这个裤子，哎，然后腿站立在咱们的这个船上面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包括咱们的桅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勾勒啊，简单的勾勒。哦，养生桶呢我们待会儿画完之后给大家介绍啊，还没画完啊，想去看一下这个赠送的养生桶细节的同学，待会儿让我给大家花上两分钟的时间单独的去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先把画面的颜色给它染上啊，画面当中大家看到了它是属于一个偏水墨，但是呢还带有一点点的颜色，所以这个颜色呢我们用上三绿，用上赭石，用上花青，这三个颜色呢就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的颜色。第一步我们先去加赭石色，花青，包括三绿，我去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申请到啊！大家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来，第一步，我们先去加这个赭石，哎，淡淡的赭石色。但是这个赭石色啊，你会发现啊，如果我直接往上画的话，颜色太纯了，对吧？怎么办呢？降纯，哎，什么是降纯？降低它的纯度，哎，稍加一点点的淡墨，哎，调出一个赭墨色来，哎，这个时候你画上去，颜色它有赭色，哎，但是呢，同时它又和画面呢是融为一体的，对不对？融为一体的，哎，所以你看，赭墨色融进去之后，能够融合背景颜色，同时又带入本身的颜色。哎，包括左侧这边都是带入一点点的赭墨，哎，带入一点点的赭墨。现在报名的同学都是有的啊，现在还有49个，还有49个。如果不确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问一下班主任老师还有没有名额。啊，如果大家不确定的话呢，去确认一下，跟班主任老师确认一下。班主任老师说现在还有名额的话呢，大家是可以赶紧的去报名的。啊，现在的链接当中还都是有这个名额，还是有优惠的啊，还是有福利的。来，这个是头部的房屋顶面的赭石，
哎，侧面的围栏，哎，包括山石的颜色，它也是一个纸墨，哎，它也是一个纸墨，千万不要用单纯的赭石啊，单纯的赭石颜色有点太纯了，啊，还是要带入一点点的墨色上去，哎，带入一点点的墨色。之前是吧，之前给大家申请到的1000个泡脚桶呢，它就是包含之前的500多位同学，对，上次呢大概有500多位同学这个抢到了名额，然后今天呢咱们课上是有400多位同学有这个福利啊。好，来，这个颜色呢我们再强调一下，用的是赭石加上一点点的墨色，哎，赭石加上一点点的墨色，赭墨色啊，赭墨色。好，来，赭石加墨汁，淡淡的赭石，一点点的墨汁。来，接下来第二个颜色，第二个颜色呢我们用上一点点的三绿啊，一点点的三绿啊，加入一丁点的赭石，点在哪儿呢？点在上方周边。大家看到这个三绿的颜色很通透，但是三绿也不能用纯的三绿，还是用三绿加一丁点的这个赭石色，调出赭绿色，哎，调出这个赭绿色，哎，赭绿色点染在中景，哎，是点画法啊，点染在中景当中。啊，看到这个颜色，啊，为什么要加赭石呢？还是要和环境相融。啊，里面呢还带有一点点的这个淡墨，对吧？你不能让这个颜色太深，还是要和环境融合搭配在一块儿。哎，所以你看，加入了这个三绿的颜色之后，哎，有一点点的通透。点染，就是有一点点的小清新，哎，又有一点点的这个雨后朦胧，小小的美感。但是颜色呢又没有那么纯，对吧？就是大家知道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哎，下雨的时候呢颜色蒙蒙的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雾蒙蒙的，哎，这个颜色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的高级灰，哎，灰灰的颜色，它不是纯色。纯色呢它是需要在一些晴朗的天气当中去表现。啊，现在还有的啊，还有养生桶的。来，淡淡的三绿。好，同样下方也是啊，就是我们画到的一些植被，这些颜色它都是要去点缀这个三绿，就是赭绿色，赭石和三绿调和成，我们称之为赭绿。赭石加墨汁呢我们称之为赭墨。哎，前面你看啊，点缀上去。哦，康佳的养生桶，大家自己到官网去看一下啊，淘宝，不是淘宝，京东，我今天去查了一下，京东的这个官网价呢是，哎，看不到吗？我点的，我今天去京东然后查的这个价格，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官网价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一款啊，它可能有的时候价格不太一样，因为它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去做一些活动，但是它的官网价呢就是这个。好，来，左上方这边也稍微带一些。哎，淡淡的这个三绿赭绿。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在这个赭绿色当中稍微加一些淡墨，包括如果有这个排刷的同学呢可以拿排刷，
没有排刷的同学呢，咱们去拿出一支大号的毛笔，哎，大号的毛笔去调一个淡墨的颜色。大家看到我在这个赭石，哎，包括三绿的这个颜色当中去调和，调什么呢？调底下的一个倒影。哎，这个倒影呢，表示的是水面，哎，水面从上往下扫下来的一个环境色。啊，但是呢，这里一定要用淡墨的颜色轻轻的往下刷，哎，淡墨的颜色轻轻的往下刷，而且刷的时候是顺着这个形往下走的，对吧？顺着这个形往下走的。好，大家可以让搬砖老师给你们发一下这个泡脚桶的链接，搬砖老师那边应该是有的啊。好，同样下方也是，哎，轻轻的往下扫，哎，包括呢再带入一点点的这个三绿色。带入一点点的三绿，从上往下轻轻的去扫出这种倒影的颜色。底下呢是横向的清扫，哎，横向的扫，中间的颜色呢做一个过渡。哎，这块的颜色同样也是带入一点点的这个倒影，所以你看这边是会有一点点浅白色，哎，下方呢是有一点点浅的倒影色，哎，包括远处的山体啊，山体的颜色相对呢是比较朦胧一点，那这个山体的颜色呢是偏向于花青，哎，我们用上大号的金毫，也不够大。用一个大号的尖毫呢去调色，调一点点的花青，一点点的三绿，啊，还是要去加三绿，还是要去加赭石，啊，但是你看这个颜色不能加太多，啊，加太多的话呢颜色就太过了，哎，主色呢还是三青和这个花青和三绿。主体的颜色相对呢是偏绿一点，相对偏轻一些，看到这个颜色啊，偏重一些啊。养生桶不用买啊，今天大家如果抢到了这个优惠的课程的话呢，是给大家送这个养生桶的啊。如果没有抢到课程的话，可能得自己去买啊。包括呢大家后期这个现在还是有养生桶的名额的啊，还有30多个啊。如果是用生菌的话呢，一定注意这个颜色水分不要太多啊，水分太多的话呢它容易阴开啊。右侧同样也是啊，大家看到这个颜色啊，我们是先去画重色，而且这个颜色呢它就是相对偏冷一点。看到这几座山呢它是往前跑了是吧啊。远山的颜色呢我们再次的强调一下啊，用的是一点点的花青，哎，一点点的花青，一点点的三绿，哎，一点点的赭石啊，然后呢大量的水，大家看到这个调的颜色呢是相对比较浅比较淡，哎，把中间的这个山呢相对画深一点点，哎，相对画深一些，因为它是靠前的嘛，啊，所以你看我们基本在这儿呢是画了3遍这个前山，啊，用的是花青，我把颜色给大家放在这儿啊。这3个颜色全部都有，啊，三绿、花青和赭石，哎，这3个颜色呢都去放了一些，啊，然后花青的颜色为主，大概是1份的花青，啊，2份的花青，1份的石绿或者三绿，
哎，然后呢，一份的赭石。哎，你看这三座山呢，往前跑，那么后面的两座山，像这两座，它其实也是相对会靠前一点点。哎，所以我们还是去用这种花青的蓝色，去铺一下它的底色，但是底色呢不能太深，哎，还是适当的加水，去做一个颜色的渐变。哎，包括上方也是，哎，做一个颜色的渐变。啊，右上方这边呢稍微带一下，哎，稍微带一下，不用画太多。看到这个远山，它是一个朦胧的美感啊，那同时这个朦胧的美感呢，它也是会去向周边去晕染啊，稍微有一点点晕染。所以呢，咱们同学如果用这个生宣画的话呢，水一定要把握好啊，水分一定要把握好。来，包括你看我现在用这个排刷，哎，会去把周边的这个颜色稍微刷一下，哎，让这种朦胧的感觉会更强。哎，印章呢，我们是盖在右侧。当然这个周边的颜色呢，不要让它印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印出去了。用生宣纸的同学一定要把握好水墨的比例。好嘞，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烟雨江南，哎，咱们就完成了。大家自己说美不美？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有故事性的，有美感的啊，或者说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景色，我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安宁，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宁静的这种感受。包括我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其实我会特别的享受我能够有一天身临其境啊，我看到这样的景色啊，我用这个手机我去拍出这样的美景，甚至我后期可以通过照片我去画出啊，去用国画的方式去画出这样的景色啊，那真的这种享受，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啊，不同的瞬间，所以这一系列经历如果我走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唯美的，或者说至少我回忆起来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特别美，是吧？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一类的作品啊。所以呢，我们会给大家出的整个的这一套课程呢，它就是通过我们去想象啊，或者说根据古诗去表现出的啊，一些区域的山水的作品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穿越千年的山水呢，像养生桶这个还没干啊，没干的情况下大家不要盖章，哎，来强调一下啊，纸张没干的情况下不要盖章，不要落款啊，一定等它完全干透了之后，坐在这个上方，哎，从这个上方这个比如说烟雨入江南啊，然后盖个章落个款都行啊，没干透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盖啊，千万不要盖。章呢可以在右上方这儿啊，也可以在左下方这儿，哎，这两侧其实都行，哎，这两侧其实都行。我再稍微加两笔，哎，底部这块的颜色稍微再重一点点，哎，它这边有一些小的倒影的颜色啊，这种倒影的感觉会更强一些，是吧？啊，这个课程呢是能够永久观看的啊，这一套课程是能够永久观看的。好，烟雨入江南。好嘞，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呢就先画到这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用两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刚才有同学提到的这个课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整个的这个穿越千年的山水这个课程呢是能够永久观看的啊，是能够永久观看的。来，这个部分咱们理解的请大家聊天区打上一个一啊，打上一个一。然后
这个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个没办法换啊，这个还是铜比较好，养生还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赠送的这个福利的问题。福利呢是给大家送到了一个食物，食物呢是今天给大家申请下来的1000个啊，申请下来的1000个养生桶。现在我看看，我们还剩下34个名额。啊，养生桶呢还剩下34个名额，然后这34个名额咱们同学报完名之后呢，这个就没有了，好吧，报完之后就没有了。包括养生桶呢，当然肯定是一人一个用比较干净卫生，当然了一起用呢其实也可以，但是建议大家还是分开使用会比较好啊。然后现在还剩下31个名额，然后咱们所有报上名的啊，报上名的抢到课程的同学呢，记得聊天区打上已报名啊，聊天区打上已报名。包括之前报重了的一定要去退一下啊，因为这个养生桶呢你报了之后就算一个名额啊，你报了之后别的同学就没有办法再去享受了，好吧。然后这个1000个现在只剩下30个了，来，所有抢到名的同学呢聊天区打上已报名，这是第二项福利啊，第一项福利。然后接下来呢就是618元的这个代金券。代金券呢就是大家需要到商城去购买商品之后，比如说买49然后减5块钱，买399减50啊，以这种方式呢去减免掉其中的一部分的费用。所以这个618呢，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需要用的话呢就去使用，不需要用的话，不需要买工具的话呢也可以不用。但是呢如果你需要去买一些工具啊，其实到这个商城里面买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啊，还是比较划算的，根据个人情况去使用，好吧，根据个人情况去使用。然后还有关于我们课程的问题啊，课程呢是去学习一共加起来呢18节课程。什么时候的课不说，什么时候的课啊，一个月左右开课啊，不知道怎么退是吧？买重了的同学呢去找一下班主任老师，就是看一下是谁联系咱们来上课的，就是你看一下你的群，哎，哪个班主任老师给你发的这个链接，咱们就去找这个班主任就可以了，好不好？包括呢咱们同学也不要着急，任何问题都不要着急，班主任老师会挨个的去找到大家啊，或者说你发问题给班主任老师留言啊，留言之后呢班主任老师会挨个的去回复。所以呢你看像我们报名的同学还挺多的，班主任老师呢需要一个一个的回复啊，也需要时间，所以大家呢这个心平气和的去等待啊，不用担心，好吧。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给班主任老师留言，班主任老师呢明天给大家一一的去答复。包括一周上几节课呢，这个2节还是3节我这个不太确定啊，因为今天呢我给大家禁锢着去申请福利了，课程呢我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定出上几节课，但是呢也不会让大家太辛苦的啊，不用担心，不会让大家太辛苦的。一共加起来呢是18节课时，哎，一共加起来是18节课时。好嘞，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去哪个商城是吧？去这个吉祥庆学堂。来，我把这个商城的链接给大家发一下啊。来，商城是我们的庆学堂，大家可以去截个图啊，截个图，然后后期呢去这个商城去购买，然后去比如说兑换啊，去减免费用都可以。包括如果这个优惠券不会领的话呢，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使用步骤，比如说你前面要去填收货地址，然后这块就会有优惠券的福利。哎，这周啊，上次说了1周2次是吧，啊，那就1周可能是2次。好嘞，来到这儿，然后呢像优惠券呢大家看到了，就是你进去登录之后登记到你的系统里面，下方会有一个我的上方呢它就有这个优惠券啊，点击汇券呢咱们就能够去每次消费之后呢就会减免掉这个其中一部分的费用。好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儿了，大家都辛苦了。最后呢给大家领取一下今天的咱们的江南山水的高清图集，哎，领取的口令呢叫做穿越千年画山水，特别的有意境。
穿越千年化山水，这是我们今天的领取口令。好了啊，那我们今天课程呢就先到这儿了，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就后期正式课再见了，同学们啊，正期后期正式课再见了。好嘞，再见，同学们。